都未得，文武先锋。好啦，顺利咗啦，劲加加。全部马匹准备，当六场赛事四番1200嘅短途赛大热系八，忘记佢亦随时起步。好，一跳出嚟嘅时候，前面牛精大哥应声弹出啦。咁啊，见到第二位文武先锋都快啦，中间红帽咧仲有红中烈马，出边理想回报啊，大外当蓝晚罩咧就极爽啊。再下一层啊嘛，第六位咧黄衫电信彪马啦，红衫大面菇咧，跟住个第七位咧仲有红衣火王啦，尾五位置川河进区，尾四电信火箭，尾三蓝衫系劲加加，殿后一对咧有呢只奖金王者，同埋外边咧就嗰只精算蜈蚣嚟噶。好啦，对面直路中尾段咯，极爽咧就系要骑上去带噶啦。第二位嘅马中间咧就理想回报啊，内栏牛精大哥啦，外边位置电信彪马上咗去啊，第五位红中烈马内栏，第六位文武先锋啊，第七位红衫红帽咧大面菇就红衣火王啊，后边嗰几匹马啦，电信火箭啊橙眼罩掟出去大外档啦，尾四川河进区，尾三劲加加，尾二精算谋攻包尾啫，仲有呢只咧就系奖金王者啊，入精咗去直路啦，前面电信彪马就占先咗噶啦，中间位置有呢只红衣火王上紧嚟啊，外边位置电信火箭亦都追紧，马林中间入边摄上嚟咧，仲有劲加加啦，内栏文武先锋啊，接近终点电信火箭外边冲上嚟就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红衣火王啊，第三名系文武先锋，第四名有呢只红中烈马同埋劲加加咧就相当接近啊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电信火箭啊喺外边咧就冚上嚟赢啊，第二名嘅马就系红衣火王啦，第三名文武先锋，第四名红中烈马。九号电信火箭啊，潘明辉咁啊，最后咧8.2倍胜出啊，咁啊跑第二名咧，要红衣火王啊，田泰安12号文武先锋啊，跑第三个波件事，第四名先至系大热门后上8号嘅红中烈马莫雷拉。电信火箭咁啊，最后阶段都落啲飞噶，位置着咗6架，独赢8.2倍啊，卡喺只文武先锋嗰度啊。文武先锋临尾都11倍嘅独赢落到啊！第四啊，红中烈马嘛，入边劲加加。咁啊，都半冷胜出啊！电信火箭 ，Peter 今晚嘅重心啊，就话睇到热门唔系稳阵咯。咁呢种红中烈马上出人都问，咪十万咩都8磅。那次是初次真情，不过最后这个连赢位都是16倍左右，就是搭回二号，临尾都应该都几多飞啊。连泰安第二，洛夫全啊，几只都位置啊，332啊。嗯。
潘明輝，咁啊整翻長頭馬先，原來都幾期冇贏喎，上次龍鼓飛揚啊。咁啊，一齊睇下呢場賽事嘅預計敗彩啦。跑第一名係九號嘅電信火箭，獨贏派82蚊，位置派20蚊嘅。跑第二名係二號嘅紅衣火王，位置派18.5。跑第三名係12號嘅文武先鋒，位置派30.5。跑第四名就係8號嘅紅中烈馬，連贏二搭九派159.5。二重彩九號、二號順序派431蚊。三重彩九號、二號、十二號順序派4311蚊，單貼就派747蚊。位置 Q 二搭九派50.5，九搭十二派124.5，二搭十二派109.5。三拣一预计派彩胜出咗系 A 二格夜半热门派41蚊，都终于开翻支 A 二啊！四连环二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二号派447蚊。四重彩九号、二号、十二号、八号顺序派15535蚊。预计派彩睇过啦，睇翻第六场嘅巡逻影片先。起步咁啊，慢啲咧系精算谋攻啦，另外劲加加啊、奖金王者都系留住跑啦。前面最快出咗嚟系内栏嘅牛精大哥啦，中间有啲抢口啊，留到啊文武先锋，但我当埋紧嚟理想回报啦，最出边嗰只极爽就唔够快咯，跑千二未骑咗一大段路啊，厮杀到埋嚟翻到嚟都冇啦，早段用得太多。但我当就系电信标马啦，咁中间莫雷拉个位冇乜点错嘅，红中烈马不过只马加咗磅咧，威力就有啲削弱啦。吊住佢跑莫雷拉田泰安啊，嗰只就系红衣火王后。电信火箭穿河进区，尾三劲加加，尾二精算谋攻，包尾咧奖金王者。咁步速都正常嘅，两样都同标准时间相若，属于中等步速赛事。咁红中烈马都冇乜跑错，因为跟嗰位好靓啦。不过拱落去咧就好明显冇上次追得咁好嘅。咁后边就系头马电信火箭啦，咁啊掟出外档冲，咁啊一冲咧都过晒嘅。咁啊直路有啲攞位唔系好顺咧，就嗰只劲加加，劲加加，第六场赛事都覆盖完毕，派彩作实。位置 Q 派彩二搭九派50.5，九搭十二派124.5，二搭十二派109.5。三拣一派彩胜出咗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41蚊。现重彩九号、二号顺序派431蚊。四连环二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二号派447蚊。四重彩九号、二号、十二号、八号顺序派15535蚊。孖宝派彩，头关一号、尾关九号派1170.5，头关一号、尾关二号派90.5。睇埋分段时间啦，头段23.71，第段22.57，末段23.07，赛事完成时间1分09.35。